六金蛋号，赚钱玩乐一把照。哎，之前我们金蛋号呢，曾经带过去这快闪之旅、两天一夜的小旅行，对，获得广大回响真的，可是我是有听到一些声音说。两天一夜有点紧绷有没有一点轻松一点的玩法？两天一夜太赶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换一个提案方式，我们来个三天两夜，但是预算15000块这预算算松的而且三天两夜行程不叫长玩出什么花样呢？我们邀请到了专家达人，首先第一位资深导游小胖哥，大家好。紧接着邀请到了资深导游 Kibo 长，各位观众大家好。紧接着邀请到旅游达人曲光富，大家好。旅游达人方宇，嗨，大家好。还有旅游达人艾瑞克 ，Hello， 大家好。好，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这次呢，我们不要那么赶，来个三天两夜，但预算是15000块，松一点。过去的15000块，我们都带去曼谷玩5天了，这次只玩3天，能够玩出什么花样呢？最好不要让我们失望了。首先。艾瑞克，对，吓掉啊！吓死！我告诉你，我是不怕吓的。我告诉你，我气势压你。三天两夜带你去哪里？带你们去京都。哎呦，好，艾瑞克厉害喽！他第一个提案人要带我们去的呢，直接就是京都了。而且京都怎么样呢？他的樱花就是狂，枫叶就是红。台湾人最爱的京都，到底三天两夜怎么安排？君海哥，我觉得你真的很懂我。因为呢，我今天排的这个行程呢，我是有用颜色来区分的，真的，大家就知道。我说真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天的行程。第一天的行程呢，我选择的是捷星航空，我们是早上9:30台湾起飞，对，那中午我们就可以到京都了，对，到关西机场，然后我们就坐哈鲁卡号去京都。好，到了京都呢，第一件事情。肚子饿了，对，马上去吃拉面我很推荐大家去京都站的楼上有一个叫做拉面小路的地方。这个拉面小路其实从早上到晚上10点都有开，所以你不管是中午到或是下午到，甚至晚上半夜到，你都可以去吃。那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是富山 Black 黑店。对，就是黑色的，黑色开始，坑人还是黑色开始？没有，我跟你讲，很厉害。哎呦，这个拉面呢是有连续得到东京拉面连续5年冠军，5年、冠军是，而且它是黑色的汤，很黑，对，它是有名的黑酱油拉面。可是你会想说，是不是咸没？没有，我跟你讲，因为它的水质也很好，所以呢，它这个酱油呢也是很好的酱油去酿造，所以不咸，而且不会腻。对，那你看我自己就是因为我是男生，所以我选的这个是肉多的。对对对，你看再看这样子。肉多，你看满满的叉烧肉，你看有几片？1、2、3、4、5、6、7、8、9，哇，吃到撑的。对，你猜多少钱？可能要1000块这肉那么多。哎呀，你那个价钱这样子，我就没有得接了啦。我讲的太便宜了，才1100，但是1100，对，1100，真的很便宜。因为如果你不要选肉多，2、3片的话就是780而已。哦，那我吃780就好了，小要省就好了。你们说15000嘛，你大家知道我这个有多厉害，你可以吃这么多肉，还有的找钱哦。对对，我还有的找钱。对，好，那我们吃完拉面呢，我们就马上去了。我跟你讲，接下来我们从黑色，我们来到绿色，来到绿色，对，看什么？你有听过宇治吗？这个很多店在卖抹茶，对，你知道，如果像我们买那个日本的饮料啦，日本的零食，它就是说宇治抹茶使用，你就知道这个宇治在这个绿茶界呢是一个天王的等级，就是你只要讲说是绿茶这宇治来的绿茶就是很好的品质，算是这个绿茶界的史蒂夫旺达的意思，对不对？不知道其实宇治在哪？瞎在哪？很瞎。你在黑我们？在这里是举例子嘛？那宇治到底在哪里啊？对，很多人不知道宇治在哪里，其实宇治就在京都的近郊。哦，所以对，所以从京都这样我们坐那个 JR 去，其实半个小时就到了，所以我很推荐这大家。就可以去宇治走走，我甚至走在路上都可以闻到茶的香味，然后你甚至出了那个站，它有那个油桶啊，就那种茶瓮的感觉。油桶也有设计过，对，然后整条街都是卖那个就是绿茶的产品。对，那我自己最推荐的一家店呢，就叫做中村藤吉。为什么呢？这家店呢是在京都已经有150年，在宇治已经有150年，这边有一个总店。那我自己点的像这个就是那个很像圣代，对，这种就是比较贪心的人会选的。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抹茶蛋糕、有抹茶冰淇淋、有抹茶一次都吃到抹茶冻，什么都有。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吃，就一下就吃甜，可以吃点咸的，还可以吃到抹茶的荞麦面。啊，有点凉面，就是这种比较清凉爽口的。它也有乌龙面，对，荞麦面。对对，你刚吞口水了，我看到。真的，因为炎热夏天就是要来这个，对不对？是，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就可以吃到咸的甜，而且也不会很贵哦。像我自己吃了一份这样的餐点，再配上一个冰淇淋，大概是2500块日币。你现在如果除以3的话，大概700-800块台币而已。对，就 OK， 而且便宜耶。这个圣代这么大杯耶。那接下来我中午是黑的，然后现在绿色。绿色。那我们现在先去饭店看一下。哦哟，直接要去住了。我跟你讲，你如果到京都想要假装是自己那种文青啊，然后去很像京都人的感觉。